打招呼吧，妈的朋友。伯母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跟醒莹两个可不可以重新开始？我快气炸了，那个医生小子是结过婚的人，你怎么会这么差劲呢？我爸爸是医生，你才会喜欢他对吧？阿姨很快就会被我爸甩掉的。亚罗是单纯的女人，她不是你可以任意对待的那种女人。你干什么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未来戏剧台《幸福的反击》。